九位女演员待播古偶剧造型，大波期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！杨幂狐妖小红娘，刘诗诗一念关山，赵丽颖与凤行，宋祖儿折腰，古力娜扎雪鹰领主，迪丽热巴安乐传，虞书欣银之翼，白鹿安宁如梦，杨紫长相思。说实话，最惊艳到我的还是柳诗诗，造型干净利落，很有侠女的感觉，让人梦回燕三娘。大家觉得呢？你最期待哪部剧呢？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！咱们下期再见。